下白纯玉的事，要不要谈一下？宜兰县长林姿妙快步走进活动会场，面对记者提问避而不答。日前林姿妙亲信许知信以投资县府标案为由借款2亿元落跑，十月八号在台北车站落网，现今又爆出林姿妙另一个亲信白纯玉曾涉及矿产投资诈骗。在林姿妙众多造势场合都能看见许智信、白纯玉身影。林姿妙顺利当选县长后，两人更是获聘为民政处专员，平日负责帮林姿妙跑婚葬喜庆、红白帖行程。许智信负责宜兰市区，白纯玉则负责礁溪、圆山两区。地方人士更将两人视为林姿妙代表人。在若干年前，曾经因为采矿的事情啊，那么有诈欺跟伪造文书判刑一年的记录，那么竟然在宜兰县政府里面不止担任公车会副总干事，而且是县长的亲信，那么跟县长家庭，那么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勤跑地方的白纯玉与林姿妙一家关系好，负责跑组织与地方民间社团打通关。今年一月，白纯玉被调升为公测会副总干事，最后又被提拔当代理总干事，官场顺利，却在许智信事件曝光后自请降调为专员，时机敏感，引人臆测。三立新闻洪国瑞、屈道云、宜兰采访报道。